军演茶会由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、经济部长孙立权联合主持，参加的有100多人，第15期职员共有35位，分别来自中非共和国、印象洋海岸、甘比亚、塞托托、赖比利亚、马拉威、尼日、塞吉尔斯和史瓦西兰等9个国家。训练班主任张信顺在茶会中表示，全体非洲学员无论在课室或者是在田间，都能够热心的研究、认真的学习以及充分的合作。茶会在今天下午5点半结束。